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挺好奇的，从高中开始我哪次考试不比你好，到了大学我省吃俭用，我连恋爱都不敢谈，就怕没有奖学金让我继续读下去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我想要的一切你们都能轻而易举地得到，而我却不可以？我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，凭一本破日记就想要我的命吗？真的是你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害他？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，就像你一样。你什么意思？顾总，到了。这里安全吗？绝对安全。老哥，辛苦了。不客气，不过这是最后一次。人呢？皓月应该藏起来了。在那白莹莹，我记得你不会游泳吧？为什么这么做？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我要守住我们的秘密。抓他回来。怎么办？找人去下游守着，一定要找到他。好。白莹莹，你不会永远这么好运的。